Cinema， 噔噔噔噔噔噔噔，盼你回来倾听我的心里面说话。我就就是，我觉得我们的性格还是要鲜明一点。我呢是还没有，还是比较害羞表达与对他的感情。但是一开始你其实是很。就是让观众也明白，让我也很明白你是喜欢我的，所以我觉得你的动作可以就像康纳老师一样，可以大一点，因为我才是这种比较害羞的状态，对吧？好，他也害羞着，不行不行，不害羞，我现在就不害羞了。我不知道，我的工作人员也说他有点害羞，但是我不觉得你会害羞吗？有点啊。我是看你，我是有点想笑，你知道吗？因为我很少去做这种舞台，你知道吗？就是有点容易笑场了。然后，但是我就觉得，你不是第一个害羞吧？你不是第一个想笑场，就每个跟我合作的女生，看了你这颗头，对吗？对对，都想说，都会想笑，对。就是你那个舞台真的很打动，就是初恋，我觉得就感觉写了你的名字一样，那是你的风格。比较热情的，然后就是很阳光的一个少年感。Yes， 我应该最不想对，最比较不想对到了，真的是他，因为我看过他的以前一些舞台的片段，就觉得哇，这气场，这个舞台的掌控是还蛮强的，真的。然后看他表演的时候，觉得哦，就你会被他就吸住你的眼球，然后就比较不会就好吓人说的，对，吸住吧。对，这样子就出来了眼睛，对啊，然后就让你就哇，就觉得你就很强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表演，很炸的一个表演。然后所以对他当时就是对他第一印象就是他是对于整个舞台的掌控力，或者是整个呈现出来的画面是很好看、很厉害的。有一句是我看他的，是那个，是看他的。然后我觉得是最后的镜头看的那个镜下，一定要有那种情感的质量，估计这个更是时候，对，然后就怦然心动的感觉，就是在后面看我，在后面看，但是我们一直都没有真正的来对视，但是哎，就剩下最后一句对视的时候就来一下怦然心动。对对对，就是那个中间点，那我们就是，然后这个时候最后的时候，你还是回头看我一下。好，对 ，OK。那我就应该怎么？对，然后我们就很害羞，然后走几步。对对对。然后我就 cinema， 就再走过来。是我呀。对，就是你啊。等一下跟他们讲。这还就是不一样，特别不一样，我的天，就懵了。我就那个，两个定格，我也定格了。那边那个舞台好漂亮，那颜色有点像你第一次，是绿绿的。我记得。我也可以。你有一些就被表白过的经历吗？我记得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吧，那个不叫爱情，它真的没有什么存在，你懂不懂爱，对吧？对啊。然后我就记得我每天去上学的时候，我的书桌就会多一个那个牛奶，不知道是谁放的，但是我每天都会把它喝完。有一次我会提前去，有一天，然后我就看见哦，是那个男生放的，但是我一直都没有讲，就到毕业了很久很久之后，他其实告诉我他是喜欢我的。哦。对，但是那个时候不懂爱情，根本不会去想说，
爱情或是什么，就会觉得他对我好，然后就这样而已。这很真的，我觉得真的还蛮那个的。很 sweet 的哦。我爸妈都不知道这个梗，我现在才讲，我就觉得刚看到这些，真的挖出来了。哇哦！你呢？我吗？我这是表白然后失败。我记得还蛮小的时候，就我啊、那个叫什么，就打电话。对会打电话。对，会打电话，然后就是跟就找。就通过不同的方式，然后找到他的联络电话，然后打电话跟他。你会打了之后还不敢讲话？对，然后就跟他说一些有的没的，然后有试过就是中间表白，然后就他说就你是个好人之类的东西，然后就哎呀。但是我觉得以前这些东西想想都是还是很美好的呀。对。对吧？对啊，也是一个积累的经验啊。对啊，以后表白就知道。循序渐进，先给他送几瓶那个牛奶。谁呀？